Yo, what's up, YouTube? 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吉欧娜。So, 今天是我打了疫苗的第二天。So, yeah, 今天现在是早上差不多11点这样子啊。So, 刚才早上我就一直忙把身材呀，因为今天是15，然后要忙这个忙那个，到现在等一下又要上课了。So, yeah, 我们等一下再聊。我这段时间我没有 record 的这段时间我有什么不舒服还是怎样的啦。网红刚才11点上到现在6点了，哇，真的是 ，but 一切都还算是 OK 的，就讲我昨天打完了过后的几个小时都没有什么反应嘛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罢了，就晚上的时候。就会好像感觉到发冷这样，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，我房间是开18度，然后有开风扇嘛，平时这样的话我是不会感觉到什么，就会冷。但是昨天那个情况是，让我感觉到冷到会发抖的那一种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点哦。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还会让你感觉到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其实没有，因为很多人讲打了会很累，但是我打了却还好嘞。就我昨天睡也是很难才睡下去，但是我睡了下去过后，因为突然间楼下有一个东西，好像掉下来，然后就有声音嘛。然后再加上我昨天喝了很多的水，然后我就上个厕所，然后我就下去看，然后就以为已经是2点多3点的事情了，结果我看一下那个时钟才12点多 ，OK 不用紧，然后我又再去睡了过后，差不多3点多4点这样子，我又再起来，然后又再上一个厕所，因为昨天真的我喝了很多很多的水，所以就一直拼命的上厕所，到今天也是一样，所以呀，你们 after vaccine 了过后，你们要一定要喝多一点水。给他没有这样凉，给他没有这样热了，就不要让他发热这样子，要不然发热发烧很辛苦的。所以发到现在的话，已经过了差不多40多个小时吧。所以发目前的状况啊，今天的状况我是有点好像咸咸这样子，好像咸咸哦，就好像有一点点累，咸咸这样子，把点还 OK， 然后。昨天这个打针的手是从昨天痛到现在，他不是讲很痛很痛那种吧，连就是酸痛这样子啊。然后还有我的脚，昨天我不是讲我的脚酸痛啊，其实也是从昨天酸痛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今天，然后那个痛，是到本来是昨天是这边这个腿。还是酸痛了，今天更加酸痛，变成我走路好像一拐一拐这样子。OK， so 变成其他的东西，其他的那个 negative effect 我暂时是还没有面临到啦。So far 到现在为止还是 OK 的，就没有什么 effect 这样子啦。So yeah， 这个就是我的一天了啦，就是上课，然后呀，因为今天拜四，我的课比较多。然后呀，这个就是我的生活，就一天的生活。然后因为没有得出去，所以就待在家咯，好好的专注我的学业，还有好好的做家务那些啦。So,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吉恩，这样子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